让我们欢迎追光学院教导主任金星。金星老师第一次见，但是都有听闻了，就严格而且犀利。看过他很多的节目，仰慕已久，非常期待。刚才我在外边办公室里面听，这边说来了一群学员，但我怎么听得像参加婚礼的感觉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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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呀，信博跟我坐对面呢。我是最后。今天是他的婚礼，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故意的是吧？不是，就来来来来，坐。来，老师您的杯子哈。对，光拿杯子不拿酒是吧？拿杯子不拿酒。有酒。别抖。好。先生们、帅哥们、弟弟们，我想说句话，是很多的熟悉的面孔，有些人合作过，有些人看过作品，有些人呢没看过作品，只听到的绯闻。谁呀、啊？谁？别着急，酒过三巡，教导主任再跟你说。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追光吧哥哥栏目里边。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，我就是你们的教导主任。哇，太好了！别着急啊，小东沉思了一下子，怎么办呢？我要通过时间认识每位哥哥啊，一下让我认识21个帅哥，压力比较大，这荷尔蒙不都爆棚了？让我们再介绍一遍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李泽峰。哦。三十而已，演得不错，火了。真的不错，对吧？我是干着这。杰尼，对吗？金姐，你是少数民族吗？我是汉族，真名叫陈家深。陈家深，对。那个杰尼就算是艺名了。杰尼就是叫 After Journey， 我音译。After Journey， OK， 好的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好的，幸会。对面是烧饼，我知道，是吧？哎，是老郭派你来卧底来吗？你来干嘛来了？这个。没有，不是我们这不也是男团吗？这不也是男团吗？这是进修一下吧。进修一下。好，坐。我们恩师有过交集啊，然后私交还不错。我觉得他会更亲爱和偏爱我。静静。东城，大东，对，这个我得慢慢熟悉一下。跟陈亦如是队员啊，就是跟您讲土味。飞轮海的呢？对，哎，等等，静静，这里有一点东西，是吧？有一点可爱，睫毛，有一点可爱。哇！哎呀！哇！太牛了，这个跟姐来这套酸了点了，赶紧坐那吧，太酸了，这个梗你太老了，哎呀太老了，你这个我永远学不来。博然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，辛博，你看，这梗你们都接不住。第一次见是吗？怎么苏醒？小苏，苏醒啊！对对对，就是那种久病未醒的人。我知道，好男人，我知道了，做他功课了。好男人。来坐，苏醒。太炸了！